是什么吗？我们从不打听可护因斯。是病毒体原料。哈利，他是一个骗子，他欺骗了你们。他其实是一个非法利益组织的代言人。他已经连续三次往这里运送病毒体原料，都被我们破坏了。查猜一直在用人体做实验，想要制作生化病毒。 一旦他们成功，查猜就可以控制他想要的所有区域。那为什么你们没有被感染？这些病毒属于接触性感染。你跟我说那么多什么意思？